我爸是想说去一趟美国看一下我姑姑，那我想我要陪我爸回去一趟。我们两个结婚是不是一种错误？我打算向我爸提离职。你这样做他只会更不谅解周学文。可以探险的地方你们找到了吗？总监，我找到了，我快不能呼吸。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 TVBS 欢乐台爱情公寓。